是安那样呢？就是因为我讲法相是要互了解，所以我爱讲法相。你无用法相来讲，人听无？你一只讲无，一只讲有，啊人也听。啊，但是咱那心内这相拢无，所以吼。在咱的心内想拢无好，你念我拢念袂着，所以安尼就变叫毋放去。所以毋只讲咱爱咱对众生爱讲有因果，爱讲有因果，爱讲有，啊确实是有啊！你因为众生业相一定有业相的因果啊，奈无？但实际上，这因果是啥？是不是真的？你可不可以说法相是无常，也是常？是。法性是非常非无常。还是。是。赶快。法相是有，法相有那些啊工厂。有那些讲无常，因为啊，因为切入的角度无同。我拄啊讲无常，是咧讲啥？因为伊是一个幻化，会变，所以讲无常。我爱讲常，是因为另迄是另外一个角度讲的，是安那？是因为伊无真正造出来。阿无真正消失去，所以永远都是安尼，永远都是无走出来，阿无无去。啊，所以用藏。好，唔呐讲咱心内拢袂使。但是你要引导众生，你一定要讲要哪切入的方法嘛。所以要引导众生，一定要讲法相。但是吼，你嘛爱甲法相讲出来，互导入，因为法相的物件无法度讲啊，只好用导入的方法甲引导入来。所以，意思就讲，咱不管做啥物款代志，你拢袂使有相。有啥物相呢？有迄个我咧做啥物代志的相，或者是我毋做啥物代志的相，拢袂使。哦，袂使有。这项代志哦，跟我无关的，我唔参会上。啊是呢，这项代志跟我关系足大，我一定要参会上。
或者是讲吼，众生会念出一定爱离的相，或者是呢，众生有念呢，虽然有念，但是我还是要救，啊，唔离的相。一切拢是啥？随缘。帮助众生吼解脱，安尼。安尼，敢听？法性是拢无相。法性是拢无相。无相。因为相是安怎来的？相是咱的业相，啊，佮个立名言来，立根来，立名来，哎呀，唔是佛，是究竟一切法拢安尼。如法，发生的法的本质，法的本质就是安尼，究竟无相，有相是咱的心共加起的，这是一个原则，这是一个大原则。你这个原则，你若掌握也好势，安尼你学啥物拢袂要紧，安尼敢了解？你要放下也使，你要承担也使，一项代志你要放下也使，你要打起来也使，因为是随缘去做这工。所以这是一个大原则，你一定要知影。你若唔知影这個，你有那时爱该放下放不下，该打就打，唔打起来。安尼敢听？好。这是一个大原则啊，得爱知影啊。但是因为有个人法度一开始就对这佛足清楚，所以佛祖就爱用种种的法来讲，讲甲予大家吼，啊真正了解这是咧讲啥。我相信你应该有那些听过经文讲到遐深的啦，真个啊！但是我相信我嘛不是讲到互恁听无的啊，所以我嘛会用较浅白互恁听有啊。哦，无恁至少今仔嘛了解啥物叫做啥物，迄虚空是安怎来？世界是安怎来的？啊，地水火风是安怎来的？所以原是讲，这个物件哦，就是爱讲出来。深的物件。但是是根本的物件，这都是爱有人知道。哦，但是哦，嘛是爱隐瞒，才有法度，让大家会知道哦。哦，这嘛是大家的福报哦。哦，才有通好
对佛法安尼有法度，即深入地去了解吼，吼、哦，真经个吼，即有法度深入地去了解，真正是无简单的。即个《金刚经》内底讲讲已经毋是一分、二分、三分、四分吼，迄、哦、表示吼，恁逐个过去拢已经熏过啊，才有通个有机会啊，我听到即个物件。因为世间的物件，和你要听佛法听久了，你世间的物件你也袂爱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对吧？你讲哦，安内差侪，哦，啊，真正是宝啊，对不？啊，你世间物件你若渐渐袂爱看了，你就渐渐袂念嘛，啊，是毋是已经在转啊？有咧转无啊？所以法轮咧转啊咧。迄叫做法喜啊。人讲修行有两种的迄个欢喜，一个是法喜，一个是禅悦啊。因为拄听到话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哇，这半比半的物件较亲哦，你感觉哇，无欢喜。佮说你的结嘛，慢慢无定力愈来愈悬，智慧愈来愈有，哇，迄个长远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讲你欢喜佮长远，你若无出来，你若我都冻外口的遐业啊。我讲安咁对，所以我感觉要让众生会当认真去修行吼，就是一定要让这个心出来。因为咱这款心一出来，你就我都免担忧啊哦。我都唔免逐工甲恁拔掉诶，我拢拔互恁去背，因为我已经未背无去啊。好对无？因为即个心，你若一出，恁家己都要修啊，唔免去拔啊。这个心不出来吼，我每天都在为您烦恼安嘛。哦，人家讲，这都是爱转，法轮都是爱转，啊，都爱想办法给您转，啊，转了哦，我就轻松啊。就是要转，啊，都要想办法，互恁转，啊，转了哦，我就轻松啊。